别好，别说话。嗯，你不要动，我来动。可以啊。嗯。放个小大箱。你不要太靠近。嗯。咱们电脑上每个客户都有单独的一个面夹吗？对啊，这个文件夹你肯定得有用的。可以。无论说你请假了，别人去翻看你这个电子书，很难找到你的联系方式的客户。我来动，你别动。你比方说可以有手机号、电话呀、邮箱什么盖上。好。好，来个蝴蝶。你要掌握好，把好的一面展示出去。你真近，你就写的近。你不要太靠近了，你这样拍出来不好。他现在都写近眼窗，但是他配的时候都是要不要放上个咱的画册？画册。行。那个你有等会儿，立到这里，我能拍到咱 XT 里边就行。等会儿最后。橘子，你再重新打一张。打一张，把你的那个邮箱加上。好嘛，打。每一个都要展示吗？嗯你不要靠着手机太近哈。嗯。别太近。你们今天过来吗？可以。今天过来不行，因为我昨天我想了这个事情。太近了。好嘞。行，这个可以。好嘞。这个再打一个，再加上邮箱和手机号。对，邮箱联系方式你多注意点。他家放出来的东西都好。06-03他放出来的东西。怕画画色。知道。然后整起来一个。画册放那就行，你放那。好，完美。